花，千言万语嘛永远，永远藏在心底。因为于凯洋跟玉君呢，很难得到马来西亚来，这两位新人要好好的表现，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我记得你会那个，对，我会乐器，乐器哈。对，那你那个是？我来唱一条《正英雄》，有带咱在地武术表演。哎呦，精彩精彩！好，这两位年轻人的才艺，我们就来欣赏一下。这位真的叫做音乐才女，来由翁玉君开始。请表演，掌声给他鼓励鼓励。一句话，不捌后悔。